这一年土地涨了，人工也在涨，导致于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对要弱一点。你有没有考虑把公司开到国外啊？开到国外？我觉得他的建议挺实在的，如果你真的决定跟当地企业合作的话，我建议你多考察几家有实力的企业，比如说零食集团。你真这么想？你指使他们绑架我跟朱丽，你还让他们杀了麦克。我非常的遗憾没能杀了你和朱丽。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？要不是因为你们，陈深不会再见你。但是他咎由自取，是你们在陷害他。他想干什么？你那么聪明难道猜不出来吗？他要跟你表白。其实这十年之间他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都在向你表白，我不信你没有感觉。你帮了他那么多他也跟你对着干。我以为养了一个宠物狗啊，但没想到人家要当一匹狼啊。可不要感觉了，我已经跟简爱签约。林氏集团跟简爱女装合作啊，才是真正的双赢。要这样搞得两败俱伤吗？通知所有高层，集团任何情况从今天起对托你完全保密。他真的想娶你吗？你能承受他继续在负量里欺负你吗？你甘心吗？他真的爱你吗？你只要听我说，帮我打听他的投资方案。出事了。怎么？全美银行宣布破产了。涉及到我们的业务，最新的那一笔和 Jackie 的交易，信用证明是他们家的，80万美金那笔，对，手机关机，公司电话没人接，通知工厂把这单取消，来不及了。